今天我们要临摹的作品呢，是唐代褚遂良的《雁塔圣教序》。褚遂良，生于公元596年，卒于568年，他是杭州钱塘人。褚遂良呢，博学多才，精通文史，是中国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和书法家，《雁塔圣教序》是褚遂良的楷书的代表作品，它立于唐代永徽4年，也就是公元653年，一共2块石头，均在中国陕西省大雁塔下，前十为序，全称。 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，唐太宗李世民呢撰文，后十为记，全称《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》，唐高宗李治撰文，两座石碑的碑额、碑文书写方向。 《雁塔圣教序》呢，是褚遂良58岁时的书法，是最能代表褚遂良楷书风格的作品。此碑呢，兼前代书家之悠长，又融入了 隶书的笔意，兼有行书的用笔，神完气足，清雅俊逸，好似美人，顾盼有姿，又实则呢，静气内敛，意态深稳。 《雁塔圣教序》呢。
在气韵上追王羲之，而在用笔接字上面呢接成自家面貌，啊，开创了起伏多姿，啊，跌宕有致，仪态万方的艺术境界。在接字上，雁塔圣教序以法度精严而著称，它的点画之间的呼应一样，啊，严谨而有序，在书写时，啊，可谓汉不虚动，下必有由。每一笔呢点画的位置啊都恰到好处，它的接体多以横向取势，舒展大方，端庄稳健。此碑呢从风格上来看，看似纤瘦，但实则呢，啊，劲秀饱满，静穆雍容。雁塔圣教序书风啊，可谓清丽啊，刚劲，笔法娴熟老成。虽然初唐时期的啊书法名家啊，这个像欧阳询啊、虞世南都已是啊称美于世，但是呢真正开启这个唐代楷书啊门户的，可以说非褚遂良莫属。而雁塔圣教序的出现嘛，则是其为唐代楷书啊开创规范的一个标志。所以呢在中国书法史上
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雁塔圣教序的运笔呢，方圆兼施，抑扬顿挫，有着很强的节奏感。它笔势生动，线条遒逸，风神足韵，空灵飞动。比如说帝皇帝的帝字，它的笔画首尾之间呢都有起伏，这个顿挫，提按时转，以及起笔出锋呢，都十分的精到，变化多端，具有十分生动的那种韵律感。比如说圣，它短笔呀，迅疾分明晰，长笔呢多有弧度，俯仰向背啊，疏密有致啊，颇有一种这个一咏三叹的情调。比如说这个二字，它的笔画呢可谓一丝不苟啊，笔法流畅而严谨没有丝毫的差池。雁塔圣教序，今天我们就临到这里，请大家课后再认真的练习。